晴川阁景区导游，它是属于晴川阁，玉林晴宫、铁门关三大主体与附属建筑群，以及濒临长江边的大禹神话圈，构成了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。真可惜，今天是关门的星期一。我们再从侧面看一看。从这里看到长江大桥、晴川阁、龟山公园，然后能够看到向上龟山的两个大。